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，今天去吃好吃的。本期节目由月经生保险事务所赞助播出。刚秀是一家店名和菜品没什么大关系的南方创意菜餐厅，在亚特兰大本地非常受欢迎，还上过电视，属于不预约坐不上的那种。这家店最大的特色是每隔几个月菜单会变化，厨师现场做好，直接端到客人们面前。你觉得看着有食欲，想要的就留下，不要的就拿走，就是咱们亚洲人比较熟悉的 dim sum style。 他家每天大概有十样菜会端到客人面前供选择，这些菜的菜量都不大，若有三四个人的话可以都点来尝尝。我个人很喜欢他家海鲜的菜品，给大家看图感受一下，都还不错。他家的酒水呢有两个操作台，其中一个是流动吧台，小哥会推着车到客人面前询问要什么酒水，现场给制作。有一个酒叫 Toasted Old Fashioned， 是 Bourbon 的底，操作中会用火烤桂皮和橘皮烧出一个香味。正餐全部点完呢，服务员小哥会上他家的甜品样品分别安利一下，客人可以选择感兴趣的，这些甜品也都是现场制作。我个人强烈推荐香蕉布丁，真的是太美味了。这家刚秀的服务呢也很热情，大家想要跟厨师们合照的话可以告诉服务员，所有的厨师就会放下手中的活一起合影，现场还有摄影师送拍立得给客人。其实这家店会叫刚寿，是因为店主小时候父亲很忙，一周工作七天，偶尔周日下午才会带他去看个枪展。为了这个儿时的美好回忆，店主就起店名叫刚寿，看得出来还是挺感性的人。所以他们店里无论从点菜的方式、酒水车的形式，还是合影等服务细节，都是很注重人与人的交流和连结的，也可能这就是他们非常受欢迎的小秘密吧。